露露，他吃大虾，他吃大虾哈！你看这大虾，比我手还大，太大了哈！已经一个大龙虾，露他，给孩子剥一个。哎呦，这大虾太完美了哈，完美了！闺女，这个大虾100块钱啊！你问叔叔阿姨要100个双击行不行？叔叔阿姨，哥哥，你们能不能给我爸爸一个双击？我已经半年没跟你们要双击了。这也不敢生气了，刚才那生气了吐沫了，这不 他也吐沫了，生气了，有沫，双击，好吃，撤腿，给双击。给个就给一个，反正双击也不花钱，给一个啊！吃咱就吃最新鲜，老铁！呜、哦，来上一小锅啊！喂、哎！哇！啊！哎呦呦呦！哎，冲破了！我去！把它冲破了，碰吧！喂，碰吧！珠海回来了。一锅新鲜的皮皮虾，老铁，吃咱又吃最原味的哈，来热上一小锅，干净皮皮，来点梭子蟹，这个梭蟹要退壳了，来，哦，肯定痛啊，哥姐，这个梭蟹我就不吃了啊，能不能放生了行不行？哥姐，能不能给双击加关注，带你体验渔民生活？放生了，哥姐，给双击啊，哥姐，给双击啊，哥姐给双击啊，下视频开喽，你就给一个啊，放生的双击，给一个啊，哥姐，下视频开喽，喝点水，你着急，珠海回来了，咱煮上一锅新鲜的皮皮虾，老铁，吃咱就吃原味的啊，原汁原味的，来路上来一小锅，新鲜的皮皮虾一小锅啊，来点梭子蟹，这个带子了啊，咱不吃紫松蟹，今后紫松有限吃。咱们放，哎呦，咱们放生了，哥姐，带子了啊，哥姐，感觉做的对的兄弟，给个双击啊，放生了。走吧，走吧，有缘有缘，今后再见。弄来一小锅，八爪鱼，哎，加点水。喜欢吃海鲜老铁，给我点个双击啊，感觉做的对的哥哥姐们哈，一定给我来双击，加关注，带你体验渔民生活。有时间到我们家来做客啊，招待安排，双击。闺女放假了啊，给闺女整个好的，起锅烧油，八爪鱼，皮皮虾，海螺，怎么还有这个？来放放，哎呦呦呦，对一下，闺女看大不大？对一下，我小孩哇，一个大龙虾，哟，皮皮虾，小海螺，露来一小锅，翻炒一下，哇，哟哟哟哟，做海鲜特别简单哈。哎，老抽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双击？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？我的开心今天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叔叔阿姨哥姐会给你吗？会给的。哦，那你谢谢叔叔阿姨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来，十月一放假了，那个叔叔阿姨到我们家来做客，欢不欢迎？欢迎。一定要欢迎哈。嗯。那你叔叔阿姨，谢谢叔叔阿姨给双击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给的双击。爱你们。